台独意味着战争，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，勾连外部势力谋独挑衅，严重威胁台海和平稳定，严重损害台湾同胞利益福祉。希望广大台湾同胞认清台独的严重危害，为了自身的安全和福祉，为了台海和平稳定，坚决反对和抵制台独，推动两岸关系重回和平发展正轨。